这家炼油厂里存放着易燃易爆的危化品，火势现在越来越大，已经烧到B区了。徐川，这个硬仗还是得你来打。 我是淮港电视台记者徐来，接下来由我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。各单位注意，战斗展开。救助过的人中，有记忆深刻的吗？我的队员一个都不能少。你以前队友牺牲了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很多伤，需要时间去抚平。 我喜欢你。我没有时间，没有精力去爱别人。你要不要和我谈恋爱？咱们近战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被敌人给渗透了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发觉我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在乎你，越来越想亲近你。 你就是十年前地震中那个女孩。别害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我叫徐来，记住，十年后我会找你。从我们选择当消防员那一刻开始，我们这把刀随时准备出鞘。是。徐来在哪儿？你徐来，靳世川的命就是我的命，他的命在哪儿，我的命就在哪儿。我想坚守我的岗位，也想守护你。